天哪，我跟杨老师给大家问好啊，祝愿大家工作好，身体好，身体健康，阖家欢乐，万事如意。现在人们这个观念都变了，喜欢穿名牌服装，吃名牌食品，看明星表演。你不是明星，不算名人，长得又难看，你可吃了大亏了。我也不乐意那样。你不能这样下去了，你得出名啊。那多难着呢了。为什么出名啊？无论什么行业，让人一知道就发财，一发财什么都有了。是，哎，那比如说跟这反一点的行业也有吗？相反的行业有没有？不知道你就发财啊啊！一知道呢，这钱完了。哪有这种行业？有。什么行业？港片。你想绑票去？开玩笑！我告诉你，说就有这种心。我没有。你不能绑票。嗯。你得出名啊。那多难呐！我也乐意出名，出不了啊，那个。出不了名。啊。这回你看见我算行了。怎么了？知道我干什么的吗？不了解您。世界名人杂志社。哎呦。我把你搁世界名人里边。搁世界。这一下你可就出了名了。我就大腕了。对呀，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让你出名，我让你发财。我谢谢您，甭谢了啊，给我5000块钱吧。喂，这个，行了，您再说一遍，我耳朵聋。给我5000块钱。我还没成名呢，我给您来5000。不，你讲给不讲给？我怎么讲给？我们给你办这个世界名人啊，你得上这个画报啊，这个照相，照相，纸张印刷，那个机器，我们这儿一帮人，房屋水电。啊，你让我们白干啊！您说是劳务费？对，您看大伙儿给值5000，这5000块钱您花完之后啊，您就成世界名人。世界名人，我们这杂志就要4位了。那头一位是谁啊？头一位啊，杀人魔王墨索里尼，墨索，我跟他搁一块儿。哎，行，世界名人，好吧，啊，是吧？嗯，第二名啊，哪位？骂名千载的秦桧。您跟秦桧搁一块儿，这档次就上了。古代的名人啊，是不是啊？第三位啊，莫名其妙的赛金花。赛金花名人啊。哦，我告诉你，刨去赛金花就是你了。哦，刨去赛金花就是我了。对，你叫什么呢？道貌安然的杨少华。这个道貌安然这个仨悬念，不愿人说你胡说八道。您看这模样。您看这模样，只一嘴一脑袋窝溜，你看看，讨厌这种人，我告诉你，怎么了？长相恐怖分子，你讨厌这种人。这怎么怎么什么事儿？怎么样？你把我搁哪儿了？你搁哪儿了？你把我搁哪儿？全反派人物，这里边我亲友，我朋友多，我反派人物。你反派人物？你怎么着？你正派人物？我多信你呢。你什么正派人啊？来个英雄。我是英雄啊，英雄。哎呀，我他妈英雄啊！把你跟岳飞搁一块儿行吗？岳飞好吗？岳飞、杨少华，人信吗？岳飞也不干呢。对啊，所以呢，现在老百姓的好奇，茶余饭后啊，翻遍这世界名人，一看，哈哈一乐，把你记住了，你就出名了。你说惊人呢？出奇制胜。哎，啊，好，这5000块钱花不花？啊，花是吧？你花不白花，你世界名人呢？对，你是世界名人。除去赛金花就属你了。对，来，你说我是世界名人。您再来一遍。我是世界名人。我是世界名人。除了赛金花就属我了。除了赛金花就是我了。这吧，那不，我跟你说吧，你这点真的，您这像个流氓似的。真的像你，你得美一点。哎，你从心里美，这骄傲不是跟人家人家在这个。来，美点。我是世界名人。我是世界名人。对，除了赛金花，对，就是我。好，就这样了。那我就开始给你写了。您赶紧继续的吧。我写啊，开始吧。道貌安然的杨少华，就是我，事迹如下。您介绍一下我这5000年的事迹。
杨少华，幼年经商，他贩卖老鼠夹子、耳挖勺、鸡毛掸子、痒痒挠。你瞧我这买卖，因不会经营而失败。对啊，后来他在马路上摔玻璃瓶子、撒铁钉子，在路口补自行车带为生，缺德不缺德？每天挣钱不多，鼻青脸肿。咋的？他长大以后，他贩卖假人参，在人多的地方碰瓷儿。到了青年时代，杨少华家里贫穷，娶不上媳妇儿，他心生妙计，化妆成老太太，到庙里拐骗小尼姑。嘿，被发现，叫人活活打死，埋入坟地。因野狗扒坟，杨少华苏醒，与野狗展开殊死搏斗，掐败了野狗，重返人间。您累了，赶紧回家看看，你妈嫁人了。你对这个写字不满意？当然不满意了。你别喊，别喊，别喊，别喊！老实了，听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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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像你这样的演员，想出名不想？想出名。怎么办？各大文艺晚会人带你玩吗？啊？那春节联欢会你更没门了。我还不乐意去呢。啊，对，你是不乐意去，在家待着吧。那怎么办呢？你说怎么出名？你说你这个模样，大伙看长得这死眉塌脸的这个。你想一鸣惊人，你有爆炸新闻吗？什么叫爆炸新闻？爆炸一夜之间成名，一整个成名。啊，对啊。谁？那个莱文斯基，是吧？跟克林顿那个进了白宫实习生啊，一夜之间，哎呀，电视台呀、报纸啊、这个杂志媒体宣传，莱文斯基成为世界名人。美国黑人小姐华盛顿是吧？参加选美比赛去，让那拳王泰森看见了，是吧？爆炸新闻，一夜之间，人家都知道有一个美国黑人小姐华盛顿。你说你怎么办呢？啊，你这个模样进得了白宫吗？是克林顿能看得上你，是泰森看得上你？你没有那个机会呀、啊！对，我没这机会，没那机会，有那机会给你爸爸留着吧。连他那叫好呢，我跟你说，他为什么这个杨少华出不了名啊？就他这个观念不行，就这个观念，你也甭说你成名人，我跟你说，你给人家名人擦皮鞋你都不要脸，真的啊！说看人家发财买汽车，气死你！我真不写了，我干什么穿的？我不行，太不像话！还有人家出名干嘛？你这个提皮也不好啊！你看他这人呢、啊，昨天晚上刚吃完头发。不是你这，你这太脏话！你就看人家发财买汽车，你不是提到汽车了，你说啊？比如这写完以后，我汽车有。对，废话，人家名人有没有汽车？马季有汽车，姜昆都有汽车，都有汽车。杨小五都有汽车，都有汽车。我问你说，你有汽车吗？没。什么车？什么车？说。三轮。一辆那个小三轮，你呢蹬着你老伴儿，你累了呢，你老伴儿蹬着你，我们俩躺着，是不是？哎，想买汽车吗？想买。写完这个，汽车买来了，这世界名人就到脸了，你就有汽车了。不是，哎，喜欢什么汽车？说，说喜欢什么汽车？说呀。买上了，这买汽车你跟大伙说说，保证买上。你喜欢什么牌汽车？说吧，什么牌都买。说。这时候把人笑了，笑掉蛋。你这没事儿，你喜欢什么汽车？你说你的，最喜欢什么牌的？大发。好眼力啊！这个大发汽车好啊，它又能坐人，又能拉货呀，这还省油呢。对了，还便宜。好，这大发买了，买了，那么准买大发了。那谢谢。好，我还敢写吗？这你看这态度，别人让法院告我去。
那不开玩笑吗？开玩笑啊，那好弄不起，你人格怎么办？人格让他玩去。大发要紧，对，哎，要大发，哎，对，就得这样，舍不得孩子，抱不来狼，哎，舍不得媳妇，还给不住流氓，这就对了啊！咱就开始写了，来吧，来了。杨少华从坟地爬出来之后，我跟你拦截一下 不精彩，怎么着？坟地爬，最好在火葬场，在炉子里爬的，精彩。火葬场炉子里，重启。这不行，怎么不行？这个不好，因为这个你年轻的时候，那个火葬还不普及呢，哦，是不是？你从那炉子里刚往外一爬，人家那个烧炉子的一看你动作，梆一下，拉回去烧成灰了，你这你怎么办？你后边没你了，这不行是吧？太刺激，所以就要留点德行，是不是？还是从坟地里爬的，精彩跟野狗搏斗，对对对，是吧？从坟地爬上来之后，跟野狗展开殊死的搏斗，掐败了野狗，重返人间。你看这还有商务，你看。从此以后，杨少华他改行说了相声，立了正。他为了探索艺术的灵感，他一个人走进了撒哈拉大沙漠的死亡之路，甚的慌。他七天七夜无食无水，眼看就要渴死饿死，在这关键的时刻。他在沙漠里发现了一只皮鞋，一个灯泡，一滩牛粪。他嚼了皮鞋，吞了灯泡，吃了牛粪，精神抖擞走出了沙漠。还得走，汽车不买了。怎么让各位听听啊？您说他听的是人话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啊？还吃牛粪，还吃电灯泡。什么东西？你这你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啊！少说两句。你让你聪明，这个人就是不能吃饱了。你少说两句啊！你看一吃饱了，你劲儿，你在家待着呢，你就在待着，有活干吗？没活。你看，看，你看，我没活。30块钱一场，没人找。为什么没活？知道吗？我不是没有名气吗？不是，不但没有名气，那观众对你不感冒。懂了吗？我得买药片儿。所以说你这个一上杂志一看这个，哎呀，这杨少华真了不得，他吃皮鞋，他吞灯泡，这牛粪他能吃，这观众就马上精神就来了，这人我得看看。不但观众对你感兴趣，那科学家对你都有兴趣了。这杨少华他怎么能吞牛粪呢？他吞完牛粪还精神抖擞，这个奇怪了，这是基因好啊。这杨少华什么基因呢？是流浪基因呢。这都能家里边啊？人家里边还不说呢。我告诉你，这一下啊，这个剧场经理就来找你来了。经理都来了，好嘛，30块钱一场不行了。那经理一张嘴，我找杨少华，我给他66.6块一半上去啊。那时候我给他77.7块又涨了。这时候我给他88.8块您听听，站起经理来，我给他99.99，连外省的都来了啊。还找不找？嘿，四个经理都给你99.99，你这一天多少钱？大发了啊！算算啊，一天多少？一个四个经理99.99，99.99。对，99.99呢？对，四个，49.36，49.36，36呢？对，不是一个36，就是3个36。对，四个，四个，对，4个，4个30，多给1分钱全解决了。吉祥数字不要吉祥，要数字，要钱。那您一天就400块，一年就是多少钱？12,200。人家多好啊，太地道。这牛粪怎么样？解吗？解了。啊，解。你看，见了钱解了啊。杨少华，他吞了灯泡，吃了皮鞋。他又吞了一滩牛粪。作者，我来一句啊，牛粪您加一个字，加什么字？加一个热字。好，姜是老大。哎呀，这字太好了，热字。哎，啊，是不是多好啊？热，冒热气儿。对，那热的吃完了你不憋气？对。这牛刚拉完你就吃了，嗨，别说了，快点，快点写了。
再接着讲，开始。据传说，杨少华在外国有亲戚，他是希特勒的外甥。我还让你妈嫁人？我跟希特勒有什么联系？妈枪毙了。希特勒干什么？别喊！我跟你进宫，给你太太，你能说明人太太去哪？我说你太讨厌。啊，我讨厌你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有关？你说你想当世界名人吗？多行多梦都行。都行啊！排行第几？排行第四。除了谁？除了蔡金花就是我了。你的啊，除了蔡金花就是你了啊！你没有实际的东西。哦，空洞。那当然了，怎么着？你发明的相对论呢？不懂。你写的《三国演义》？我不会。不会。你排不排死尼号也行啊。什么都没有了，你怎么说呀？你只能说希特勒的外甥。这一下观众可了不得，希特勒的外甥啊！我不告诉你，我再给你化个妆，你这希特勒外甥看见没有？哎，沾上这小胡子，看看，哎，抠不下来。还希特，还希特勒。我告诉你，哎，对呀，这就是那发报的封面。哦，这是这皮儿啊！对呀、啊，你封面，我告诉你，您这样啊，不是说剧场经理请你，我告诉你，你这家里就卖了票了，弄一棚子，你媳妇在门口，来人呐，看希特勒的外甥一毛一位呀，来呀，这不是拿钱，哟，希特勒外甥，来，拍拍希特勒，来，就是一毛的，一块的，一百的，别找了，一百的，完了，一百的单搁这儿。到了晚上，这么大高木桶，一桶钱，一桶钱，来。老头子，哎，你不能站着啊！站着，数钱吧，赶紧吧，数钱吧。这是一块的，一块的搁这边。哎，对，一块搁这边啊！把这个票儿你拿起来。零点的一毛搁这边。哎，这五十的是真的假的？那短了点没关系，没关系是吧？哎，对了，来张嘴，这个。糖球。还糖球？这小孩扔的，你先尝尝这个。哎，这希特勒的外甥写不写？写，不能写他的外甥。写什么呀？就写我是希特勒的私生子。爷们儿，有这样的东西？希特勒的私生子？这不行啊，这不行！你为什么呢？他这希特勒私生子人不信了。你就希特勒外甥，把传说免了。杨少华就是希特勒的外甥。我就是希特勒的外甥。对对啊！我马上就把这画报就印出来了。这世界名人，我给你。别给我呀！啊，给书店送去。给我卖这书店啊，书店哪能卖这个去？书店卖不了，啊、你得自己卖。自产自销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家十几本，跟你那几个儿子啊，什么这个，就是这个自由市场门口啊，车站的码头啊，哎，在这个立交桥底下，冒着。我喊他、啊，别喊，别喊啊！我怎么样？这样，嗨，哎，留神点，警察。警察来了！警察来了，赶紧扔了跑，跑不动，跑不动，跑不动就被抓住了。怎么抓住也没关系，抓住还没关系。对了，你是世界名人的，你跟警察他说呀，说。对，我是世界名人的。你跟他说，见警察我就这么说了。告诉警察，我告诉警察，对，我对世界名人，世界名人，大声大声，对我吃过灯管，对我吃过牛粪，对，其他的是。是我舅舅。对，除了蔡金花呢？除了蔡金花就是我了。对，警察一看当时就明白了，找辆手续车把你搁里之后开走了，送家去了，送疯人医院去了。对。好好